在中国，味在四川。川菜拥有太多精彩纷呈的人文故事和经典菜品。川菜是我国的四大地方风味流派之一，它既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又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中国人的饮食生活。宫保鸡丁是一道闻名中外的特色传统名菜，在鲁菜、川菜、贵州菜中都有收录，其原料做法有差别。宫保鸡丁选用鸡肉为主料，佐以花生米、辣椒等辅料烹制而成，红而不辣，辣而不猛，香辣味浓，肉质滑脆，其入口鲜辣，鸡肉的鲜嫩可以配合花生的香脆。宫保鸡丁的特色是辣中有甜，甜中有辣，鸡肉的鲜嫩配合花生的香脆，入口鲜辣酥香，红而不辣，辣而不猛，肉质滑脆。宫保鸡丁入口之后，舌尖先感觉微麻浅辣，而后冲击味蕾的是一股甜意，咀嚼时又会有些酸酸的感觉。麻、辣、酸、甜包裹下的鸡丁、葱段、花生米使人欲罢不能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军儿，今天教大家煮一道传统名菜宫保鸡丁。首先我们先用鸡腿肉、盐、鸡精、味精、糖、水淀粉、胡椒、姜葱、蒜、辣椒、花椒、花生米、料酒、酱油以及醋。接下来我们将鸡腿肉进行改刀，然后使用刀背将鸡腿肉进行开刀，使其鸡肉更加嫩滑。接下来我们对鸡丁进行一个腌制码味，盐、胡椒、料酒、酱油、用手抓匀，最后加入生粉，加入色拉油进行封存腌制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碗前的调制，加盐5克、鸡精味精2克、糖8克、胡椒少许、料酒5克、酱油8克、醋10克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加入水淀粉，接下来我们进行宫保鸡丁的制作。第一步，我们加入色拉油60克，冷油放入干辣椒8克、花椒1.5克，进行炒香。接着加入鸡肉、花生，依次下入姜、葱、蒜、姜、葱、蒜爆香，鸡肉炒熟。下入碗前，最后一步下入花生米，起锅装盘。